腾讯娱乐白皮书年度男歌手，腾讯音乐榜最佳表现歌手，2023腾讯娱乐白皮书男歌手口碑榜第一，口碑指数84.37，年度新歌热度榜，男歌手口碑榜，男歌手热度榜，男歌手口碑上升榜，四榜 top one， 达成四冠王，四度登上浪潮榜月度榜单，并在有你榜上榜401次，夺冠13次。歌曲《花开忘忧》，有你榜在榜时长已达64周，是有你榜上线以来唯一一首9连冠歌曲。9周年演唱会开票秒售罄，线下票房号召力惊人。2023，腾讯娱乐白皮书年度男歌手，腾讯音乐榜最佳表现歌手。周深，恭喜周深荣获白皮书年度男歌手、音乐榜最佳表现歌手两大殊荣，实至名归。大家好，我是歌手周深。你们好吗？好。谢谢，我觉得很荣幸很开心能够再次来到腾讯娱乐白皮书，然后非常感谢腾讯新闻，非常感谢腾讯娱乐白皮书给我的荣誉。我觉得这两份包括还有腾讯音乐给我的荣誉，我觉得这两份沉甸甸的奖杯对我来说是我人生中很大的压力，但是也会一定会变成非常重要的动力。而且我也非常感谢刚才陈默老师说的光这个词，包括我们的主题向光而行。但我觉得自己是一个很幸运的歌手，也是很幸福的歌手。在自己首先我从来没有想过自己有一天会成为歌手，然后再到后面可以遇到很多老师们，作词老师们、作曲老师们、编曲老师们、乐队老师们，包括像电影的项目啊、电视的项目，包括其他地方能够愿意给一个叫做周深的男孩一个舞台去唱歌，所以我觉得自己很幸运。然后在后面发现自己越来越幸运的是，发现有很多人听过我的歌，然后后面有一群人叫生米，所以非常感谢我的生米，也非常感谢每一个愿意给我舞台唱歌的人，也要感谢每一个听过我的声音的人，谢谢你们，我会继续加油的，希望自己真的可以成为年度歌手，谢谢大家。谢谢周深，谢谢。哇，周深的这个停，所以今年你觉得2023年总结一下你最大的收获是什么？我觉得我收获很多，我是一个就像刚才说，我觉得自己是非常幸福的歌手。要说到收获的话，每一条评论，然后每一个听过我声音的人，听过我歌的人，然后每一个听过周深这两个字的人，然后每一个在上面唱过歌，然后在上面紧张过的每一个舞台，我觉得都是我的收获。希望自己真的可以用自己的声音一直陪伴你。然后我不知道在某个阶段吧，也许你在某个阶段你需要这样的声音的时候，周深都在，希望我的歌声可以陪着你。谢谢周深，我会继续加油的，一起加油。谢谢。周深身穿黑色短外套，内搭白色衬衫，带上条黑色领带，亮相2023腾讯娱乐年度盛典暨白皮书发布红毯。虽然外面下着雪，冷得不得了，周深还是一如既往的元气满满，状态满分。采访环节，皮皮身又上线了，拿着小风车顽皮地跑起来，甚是可爱。更有意思的是，主持人同样关心周深二专。周深的第二张专辑已经提了很久，但由于选曲和制作的问题，进度一度停滞。采访中，周深透露专辑在稳步进行当中，已经完成了大部分制作，只剩下一些收尾工作。他本人对专辑很满意，预计今年内发布。周深的新专辑备受期待，因为他是一位高要求的歌手，相信最终的专辑质量会非常好。虽然忙忙碌碌的，但我觉得你特别棒。那么忙的情况下，还会不时的给粉丝放送一些福利。不会，我觉得就是怎么说呢，要感谢他们的陪伴吧，因为我觉得他们，我之前也说很像我的就是充电宝嘛，然后希望可以彼此给彼此力量。对，然后四月末年底了，有什么话要跟我们所有的生米们说的？那既然就是想你的风已经吹到了我们的白皮书，那想你的人希望你可以健健康康，然后我们一起开开心心带着爱向光而行。听说二专已经在稳步进行当中了哈。对，非常稳步进行当中。对，然后时不时也会听到就大家催，深深，2023年快结束了，我只想告诉他们我知道。
那2023年年底应该没有机会听到了哈，应该是2024年的事了吧？不告诉你。稳步进行当中，稳步进行当中。好，稳步进行啊，我们就期待在2024年深深给我们带来更多好听的歌曲。好的，好的，更多的见面，好不好？啊，也谢谢你们的爱化成的风，让我继续飞起来。那就带着这个会飞的风车一起拍张照片，好不好？好，来来哈，来看一下郑洁芳。另外，2023哔哩哔哩最美的夜将于12月31日晚20点播出。周深已经连续多年参加，有多少米子酸酸的说：“我不管，在我看到之前 ，Just Like Fair 就是最帅的。”即使是在现场的，也会说等不及12月31日新舞台了。这说的就是周深刚刚录制完的 Unstoppable。在允许范围内说一下吧，你能想象到现场的铁架子都在震动的震撼吗？加上舞台堪称神速之光，周深随着音乐沿着光束长廊黑色升降台缓缓沉浮，搭配冷色调的光，周深犹如黑暗中的神圣之光，肆意地指向空中，跃起落下，犹如歌名 Unstoppable， 灰暗的舞台世界里追逐着或冷或暖的光。这个舞台和歌曲融合得太完美了，就问你期不期待。周深的声音就像是潘多拉魔法盒，如此的神奇，如此的动听，如此的让人忍不住想要随着他的歌声进入那个世界。却依然疯狂夺目，热爱永不停息，努力奋勇往前，才能奏响生活的赞歌，大家带来更多精彩的剧集。再次把掌声送给韩国军，谢谢谢谢谢谢。来，我们请落座休息。那接下来我们要揭晓的是2023腾讯娱乐白皮书年度电视剧观众喜爱女演员。一年半轻食，一年半健身房卷，啊，尤其就在圣诞期间。哦，这么快？啊，就那几天了，近期。今天我们当好消息啊！各位亲爱的，我们所有的看剧的迷妹期待一下哈，圣诞节就可以听到我们小达的那场好消息，太好了！接下来带着我们的大叔好一起来拍照片哈，来，而且好像老师再看一下我们的肩膀哈，来拍一下我们的幸运盲盒的我们方方的手套，希望在2024年方天老师、我们的小达姐姐、我妈可以在2024年继续带领方方给我们带来好听的歌曲、好看的作品。好，谢谢，再一次谢谢方天老师来我们今天录制的白皮书的现场啊，请内场稍微休息啊，待会儿等一下我们演员的精彩表现。好的，亲爱的朋友，我已经看到了我们的朋友们，我们的下一位男嘉宾了，大家非常期待的我们喜欢的歌手周深同志，掌声欢迎。欢迎深深来到我们今天腾讯娱乐的我们的白皮书现场，有请深深在您面前先进行拍照。本期电视剧的主题曲也为电影也为三体流浪地球二出现追逐之机等多部口碑电影现场的主题曲，仅仅一年的时间就斩获了11个奖项。欢迎我们的老朋友周深来到今天腾讯娱乐白皮书的现场啊！而且跟各位说，他们今年的排名四分到了腾讯娱乐浪潮榜的绝对榜单，现在在《容貌以爱为引》等多部人气电视剧的主题曲，也为电影也为《三体》《流浪地球二》《志愿军》《士兵突击》等多部口碑电影现场的主题曲，仅仅一年的时间就斩获了11个奖项。欢迎我们的老朋友周深来到今天腾讯娱乐白皮书的现场啊！而且跟各位说，他们今年的排名四分到了。